Thank you.
家，先学会躺下。不动。妖孽退散。
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。后来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
做这大宝，正是为迷途之人准备。你且进去，误伤于物。抓到了，这大豹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一起上，先杀出去再说。Thank you.
对，金武是这样，这才是你。什么天命天道最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今晚你是什么吗？来接受吗？
尚可，这才容你简单。你劫一劫，众人还想成什么？Thank you.
大雄宝殿，难道不敢名声清白？我想大雄宝座，莫笑身外者。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袋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，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大肚皮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
恕罪恕罪。哼，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猪都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。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。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，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